大家好，今天又来地里谈泥鳅，搭了一个桶。那里荒地里好多那个泥鳅，还有黄鳝。现在过去看能不能够谈到。看这一块荒的水田，以前种了水稻，现在好长时间都没种了，里面肯定有好多泥鳅。先把这些水排干，开始抓鱼。一条黄鳝，哇，一条这么粗的黄鳝，看，哇，这条黄鳝就不错。这条蛇，吓死我了。哇，一条泥鳅，一条泥鳅，看，哇，又一条黄鳝，哇哇哇哇哇哇，哇，差点跑了，太快了。又一条黄鳝，看，哇，又一条，又一条黄鳝，看，这条黄鳝又这么粗，啊，不错，这小泥鳅。哇，这里面有没有蛇啊？这里面都有一点不敢盘了，它里面会堵蛇。哇，甲鱼，哇，这是甲鱼，哇，我还以为是一条蛇呢。看，发财了，厉害了啊！你要想逃，看看里面还有没有甲鱼。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哎，今天收获还真不错，搞了三条这么粗的黄鳝，你看，还有一只野生甲鱼，啊，这只野生甲鱼差不多有半斤吧。哎，现在回去。